有没有想过说他会不会想要走进你同样的走这一行啊？我会尽量打消他这个念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也是我们走过的路。他现在知道你们是艺人吗？或是有时候看到我的广告啊，哎，妈妈你在上班？我说妈妈上班在干嘛？卖房子。因为那时候我可能是房地产的广告。全听你说，星期一晚上8点，8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全套视频。